落于台中市南区五权南路上的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，建筑形体蕴含着知识流动与数位美学意象，前身有着丰富历史基础沿革，现已改制为实体与数位兼具，服务全国民众，也辅导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。馆内开辟许多崭新阅读模式以及多元化便利的探索途径。一楼大厅设有互动资讯展示墙，提供触控互动式服务，结合时尚与文化的新书墙展示最新热门书款，为读者每一次的莅临都带来新的体验。儿童学习中心多样的空间与功能设计，丰富孩子美好的阅读体验。二楼多媒体及数位创作楼层，存有庞大数量的影音视听资源以及视听包厢，贴心满足数位影音阅读的需求。针对不便者的需求，更特别打造合适的空间、书籍及活动展览。三楼乐林区以服务55岁以上民众的阅读需求为主，在多元文化方面收藏台湾与全球各地文化性图书资料，全国首创设有美国资料中心、英国资料中心以及法国资料中心。馆内有着各种贴心的设计，让民众仿佛置身于家中般自在舒适，部分书架采矮柜设计，让读者能有宽阔的视野与明亮的采光。各楼层采用 Outside In 设计概念，将户外城市框景引入，以阅读、探索、休闲、终身学习为愿景，期待不分年龄、族群的民众找到自己适合的服务及空间，成为工作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生活空间，让阅读创造更多可能。